糟糕，手机屏幕摔坏了，爸，直接换一台吧。现在买二手机是很划算，我现在用的 iPhone 13后就在跳蚤买的，才1500，其实便宜2000多，用起来真心的一样。而且到时候新车装上二手平台，每台手机都是货真价实，而且靠谱。下面的二手平台现在都很不错，全部保持一年。我这台给你吧，我等一下去换车再买一台。亲爱的，你比上面瘦了1斤。哎呦我的妈！